我会查字典，利用部首查字。认识部首，每个字都有部首，为了让我们查字的时候更方便，字典通常会把同一个意义偏旁的字放在一起。例如法律的律没有人字旁的语，然后说他打郑风杰，然后他现在改过来之后，他印出来的还是郑风杰。编在一起，木就是这些字的部首。法律的律不是人字旁，是。今日习作练习一，帮组长可以答对我的名字。练习二，四，回，因，国，元，分别是什么部首？